南投巧克力咖啡节，6月8号到16号，头号玩咖。县长与活动代言人一起宣布，今年巧克力咖啡节即将展开，而记者会现场更是热闹滚滚。启动仪式后，县长也现学现卖，制作特调的巧克力拿铁让大家品尝。因为今年将有超过120家业者共襄盛举。今年呢，还是要邀请到我们在国内呢，都是我们自己南投在地，无论是在咖啡跟巧克力呢，在现在在国内跟国际上的各种的这个竞赛呢，都得到非常好的成绩啊。所以我们也邀请他们这些非常具有知名度的这些的企业朋友一起来现场跟我们大家来同乐。另外，今年活动占地6公顷，打造10大亮点，已经是乐园等级的嘉年华会，共有15大。主题特区活动总共有9天的时间，有把去年呢大家非常喜爱的千人来手冲咖啡的活动，包括呢还有一起来做这个各式各样的 DIY。 那透过呢这种亲子互动的关系，让大家了解南投县我们重要的产业就是巧克力跟咖啡。南投巧咖节6月8号起将在埔里盛大举行，到现场就能够一次品尝南投的顶级风味。东西吴马瑞顺在南投的采访报道。